究竟我的典藏会是谁呢？不要庞德了啦！哇，好可怕，我真的觉得很可怕哎！耶！好啦，我们现在要进入我们三国志战略版环节啦。好啦，那我们今天呢，主要是九点会来打这个湘南冲，然后目前呢是我们开季的第九天，即将进入第十天了。目前我觉得我们现在学到了上一季的教训之后，我们这一季的整体的我们柳孙阵营非常的有规划跟规律吧。我觉得目前就是都在大家的 tempo 上，我觉得很棒。反正我们快要开季第十天嘛，那我看一下，我们其实看哦，那我们这边目前呢拿到的这个关口呢，有就是火线嘛，然后罗线，然后益阳冲嘛，还有一道跟沙渠港。目前感觉就是我们跟曹魏应该是算是五五开吧。我们现在还没有进去，但是就是目前还在安排中，等进中州就开始激烈碰撞，那就很拭目以待，反正我很期待之后的那个水战。那我顺便跟大家提一下，就是下一季 S7 的东西好了，跟大家简单讲一下，因为我看到就是官网有公布一下就是 S7 的一些资讯，毕竟我们现在还没有 S7 嘛，但是有些人已经要 S7 了，那我们还是跟他们一起看一下。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三国志战略版的官方粉丝团，然后这边有公布一些新的讯息，像是这个应该是新的活动吧，我与盟友不得不说的趣事。欸，我马上就想到一个战争游戏，会玩大将军啊，退游哥啊什么的。好啦，这不是什么重点，反正就是每一个赛季都会遇到一些有趣的事情。等一下我还要讲一下上一季阿威的那个，我觉得很好笑。阁下只会打客字，这个也很蛮好笑的。好了，那还有个新的消息，这边还有就是每一个服的赛季的结算时间。然后呢 ，OK， 这里这就是目前就是三国志战略版官方公布的，就是下一季的新的东西。它主要就是自选剧本的功能嘛，因为它有些新增那个侠客军跟密策，所以每一季都一样都还是会有侠客军，这个就比较麻烦一点了。然后它就是还有分两种模式啊，一种就是一般的模式跟那个挑战模式，两种可以给你选。那如果你选一般模式的话，就可以跟一般普通模式的玩家一起玩，然后挑战模式的话会两百人一队，然后一起玩这样。然后还有全新的武将，就是蛮宠还有王双会登场，然后事件战法就是刚刚的那个集齐剁龟跟那个绝水溃城这两个事件战法，应该也就是这两个人的传承吧。那还有刚刚有提到，就是还有手机可以横转直的，所以直视也可以玩。那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个跨地区的同盟邀请赛，这个比较特别一点，就是九大同盟呢可以共同一起迎击挑战模式，然后可以围观赛事，然后又可以拿奖励这样。大家可以就是去 follow 一下，就是三国志的官方脸书粉丝团，因为还有更新的消息，他们也在慢慢的公布中，说不定还会透露更多就是 S7 赛季相关的资讯，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好，我现在回到了我们的三国里面 ，OK， 算得刚刚好，出发，攻了，攻城了，你们自己没有撞到的话就没有办法喏 ，Nice， 不要发呆啦，欸，我们现在是不是其实就可以，我们是不是直接可以上车啊？太快了吧 ，OK OK， 南湘冲拿下。好了，我们现在要抽啊！究竟我的典藏会是谁呢？哇，好可怕，我真的觉得很可怕哎！来了来了，呀！哇！超軍元の名、天下に刻まん。是谁？张辽。哎，张辽可以啊。爆头旗啊，哇，终于不是庞德，我要满红了。那我张辽要典藏满红了耶。那我等一下，我发问一下，我有问题，老师，请问这一季可以玩爆头旗吗？可以吗？
是有料的吗？好的，谢谢老师，耶、yeah! 哦！哦哦，吓死我了，吓死我了，吓死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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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你看我的张辽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再插一颗就蛮红啦、啊？再插哦，那我再插一颗就蛮红，这是典藏的，好棒哦！先分点，我不急，我想要先放着，我先放着，觉得它好看，我就先放着。我这样算蛮红了，是不是？好的，对啊，我到时候先把它分解之后，我用典藏去吃，太棒了吧！哎，你们那边还没动起来，可以赶快吗？请大家还在地上发呆的人，赶紧动起来攻城啊！不要让人家吹啊！嗯，不要玩水、欸，不然我们这样会打得很慢哎、欸！赶紧的，赶紧的，赶紧的，可以可以，哦，开始敲血条，可以可以可以。哎、欸，打得蛮快的，现在剩45000了。你觉得我们会打多久？我们大概18分钟，差不多吧。要到20哦，认真25分吗？我也觉得不用25分啊，我想说根本就不用20分嘞、欸。我觉得根本可能就可能连20分钟都不用哎、欸，就有可能那一轮就没了。那是不是跟我说的一样？可能18分钟顶多。哎、欸，快没了、欸，真的快没了、欸。所以你看。哎、欸，快没了哎、欸！看我们现在才打13分钟哎、欸，对吧？对啊，你们好像很小看我们车队哦、喔，还这边给我25分钟，笑死！哎、欸，我们会不会在这个我们在攻下城的那一刹那，我们抽个五抽，会不会中了什么曹操啊之类的？这算是什么都市传说吗？不要庞德了啦！哎、欸，16分钟、欸，你看，等一下你们刚才不相信我。我刚刚是不是说，我刚才是不是说最多18分钟？好，我们这边，拜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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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玩了，没有了。哦呦，可恶哎，气死我了。好嘞，撤退的。好的 ，OK，OK。我们现在既然我们已经完成我们今天首要任务，拿下了湘南冲呢，我们最后呢要跟大家说一件事情呢，欢迎大家加入三国志战略版。那如果还想要加入我们的人呢，欢迎大家加入我们喽。那也期待 S7 的赛季，就是我们自选的剧本。那你如果想要加入我们的人，记得用聊天室的连结下来三国志战略版，然后也别忘了追踪那个官方脸书粉丝团，然后还有最新的消息，感谢大家的支援。那我把画面交还给棚内棚主播，拜拜。喜欢我影片的朋友们，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并留言让我知道哦。